ご覧の番組は幸せ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到底是平价便宜吸引人，还是高贵奢华的产品令人向往？欢迎收看这一集的《就是要对决》。也只有这一集了吧？好，今天要做什么对决呢？现在最近啊，艳阳高照，旭日当空，热到要死。我从很久以前我就在思考，平价的隔热纸跟这个高级高贵的隔热纸到底差在哪里？今天我们就来帮各位朋友来做一个评比。来了，今天为观众朋友带来两台同样2021年的跳弹车，尼桑 Sentra， 同年份、同颜色，里程差不多。那现在两台车车上呢，都是当初新车哦，就送的便宜隔热纸。所以今天我们决定呢，把一台隔热纸拆掉，去贴上高贵的隔热纸，来做一系列的实测，让各位观众朋友知道到底贵的跟便宜的哪个 CP 值高。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把其中一台的这个便宜的平价隔热纸拆掉。所以这时候呢，就要请到我们的柯比，哎，柯比，哎，来了，哇，今天要送给大伟啊，给大伟，天气比较热，我们要把隔热纸拆掉，拆掉，开去贴最顶级的隔热纸，最顶级，好，好，那我们就去拆纸去，走，放，哎，看这波胖啊，这边要贴啊，也胖的咯，他自己想办法啊，啊，给能卡八毛胖，啊，但是真的不胖，我这大熊来对了吧，哎，你哪进？跳的是干嫩，我来帮你，哎、欸，等你，我因为我打挂呀，哇，没有啊，这个凹洞有诶，出现没呐？凹洞卡歹用，可是这个吼、哦，应该刚贴没多久，比较不会有残胶啊，比较不会，一次会就是说没那么的，啊嘛有残胶啊，来，哎、欸，现在制作费刚才已经管了。就是会，你要好的物件甲拆掉呢，太干掉，拆起就了去啊嘞，吼。哦，哎，这啦，这啦，来来来，来来这里，这个是没有，在中间割就好了。啊？还挂好哦，挂玻璃，那你挂玻璃啊，挂格子的话，哦，还简单，能挂玻璃挂就挂。哎，这凶硬啊吧？老板，找到干爹了。哦，哎、欸，哦，弹掉，弹掉，耶！哎，直接出来助力的话，好，飞哥来来来，再一个，哦，你看已经加加一点点啊，哈，就刚刚我们贵心你，好，那我们直接就找干爹来处理了，好不好？走，出发，耶、yeah ！好了，现在我们前往板桥，好不好？新辉汽车隔热纸，这间我以前就知道了，刚好是这一次 Sugar Daddy 安排的。好，我们去贴一下底漆。为什么我想拍这个计划，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啊，我在这一行20几年，我到现在呢，我还是搞不清楚高阶跟这个一般平价低阶的隔热纸到底有没有差这么多，那个价差是倍数的，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说，到底有没有必要贴这么贵的隔热纸？到底差在哪里？也很多客人在问呐、啊，真的很多客人在问。那隔热纸我真的是没有研究的那么透彻，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来拍一下这个比较。我们要用一系列的实验数据来看看这个高阶跟一般平价的到底差多少。刚好现在气温、气候变迁，一年比一年还热哦，今年真的是热到扣八分都不够，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就贴好，然后开始我们一系列的测试，走吧。头毛有帅不？我头毛，头毛有帅不？有啦，你就帅。好，来来来来来，终于来到这个新辉隔热纸，江老板小江。是。哇，请到又是请到专业的来帮大家说明一下，好不好？江老板在这一行从事多久了？你看还在笑脸呢。应该17岁吧。17岁。啊，你今嘛看才八岁呢。
差不多吧，所以我差不多做几年，没了没赛啊，真的了，你做多久？你做多久？哎、欸，做到现在差不多37岁，没有做过其他行业。啊，你当边做边哦，就当边了，就当边了、啊。我跟你讲，代表这个他一直都有在看到格乐子的进化，嗯，对不对？当然技术方面更不用说，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对，那我们请这个江老板啊，先帮我们介绍一下龙魔这个品牌，因为这个可能消费者会比较陌生，台湾的消费者。对、啊。据我所知，这个全世界应该卖的量应该是蛮大的。是，龙魔基本上它是美国的品牌，然后它销售的范围是全球154国，对，它是算国际品牌。它本身是制造纸的工厂，所以它自己有一些特别的专利技术，别人没有的。其他大品牌会找它来代工，有些有帮忙代工这样、欸，现在很多都这样啊，制造厂自己出来做小麦这样、欸、那种感觉，对不对？是，所以它本身制造到开发到贩卖它都有。龙魔这个品牌它是大陆跟美国原厂特斯拉指定的品牌、哦，因为也知道特斯拉他们对一些东西比较特别要求，对，可以进他们原厂其实不容易。哦，那这个光全世界美国跟大陆贴特斯拉就很多了呢。哎、欸，对，因为他们算是原厂都指定这张了。那龙魔的产品，它我们自己有测试过，车上贴了7年的 WD 龙魔无敌系列隔热纸，拆下来去测试，平均差不多衰退率1%。等一下，你说几年才1%？7年，7年才1%，因为它是保护才少1%。哦，保护7年就代表说他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哎、欸，没错，因为其实市面上保护7年的很少。天哪，我靠！譬如说我知道我的东西2年多就不行了，我就保护2年就好了。它其实它的优点，第一个隔热纸为什么要贴？第一个就是隔热嘛，对。第二个就是安全，对，因为视线不清晰哦，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会累，对，包括很多隔热纸会有些会白雾，或甚至蓝光，或是太暗。其实太阳光照下去，它会有蓝光白雾，是它本身里面的第一个药剂，再来就是材质的问题。龙魔的系列它主打是清晰度。里面看出来的效果，因为我们透光度是算趴数的，对，越高越透，越低越暗。正常来讲，30%外面是看不太进去，里面看出来还蛮清楚的。对，可是它的30%跟别人的40%、50%视觉感受是差不多、欸所。所以这个东西就这样哦，你看那么多隔热纸，这么多数字都跟你讲什么，我隔紫外线，我隔什么几趴几趴几趴。对，所以要有国际认证的。那我们今天要贴的是龙魔的 WD 无敌系列，这张30%的，哦，这个绝对无敌，真的假的啦？真的。我们之间是奢华跟平价的对决哦，一定要够奢华，够无敌哦。可以，保证没问题。好，让这个专业的来帮我们弄。刚刚我们在那边两个大来帮我塞两关，对吧？还是让专业的。对对对，好，那我们就麻烦江老板的团队哦，就这档哎呢，就这样。好，来帮我们处理一下这个龙魔的无敌 WD 无敌系列，处理了，处理了。耶、yeah, 欸，好快咧，4个哦，啪啪啪啪，唰唰唰，准备偷睡一下都还没睡，贴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哦，我觉得它这个不是反光的，所以它应该是不含金属的成分。对，它是无金属，对，不会影响到一些室内的电子产品。GPS 啦 ，eTag 那些，然后手机大哥大，那不怪特斯拉、Vigo 跟百牛没有这。哎、欸，对，因为它是完全不能影响，然后只要有微金属就会影响到它的一些。对，因为特斯拉是这个科技产品，没错，它非常需要讯号。是，哎、欸，还不错，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哎、欸，贴工应该不用多讲了吧？做20几年了，我哪够去聊贴工？黑起我熊北吧。谢谢。那我大概讲了一下，我们这一次贴的这个是龙魔无敌 WD， 前挡是30，这边是15，对不对？我拢记起来啊，你看，我嘛是做功课，我去后边爱播来看。那算是说比较建议的一个贴法。对，它的深度跟隔热效果基本上都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你们如果想要贴的话，听说到这个龙魔他们的官网就可以查到各个经销商，对不对？对，它有特约施工商。哦，特约施工商，因为它特约施工商都是有经过品质技术挑选。
不是，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他们现在在办活动。我知道。对，你如果去，好像说每家店只要贴满25台车，他们就会抽出一台的 Apple Watch， 好不好？你们在官网看一下那个时间啊。好，啊，你看跳哎，你有先看门靠好不好？啊，你现在贴几台了？还剩最后一台，剩最后一台再去贴。第二个就是这个，来到我们新辉格乐子，报小师的名字对吧？你 YouTube 怕亏，官网订阅，我小师的粉丝。害怕亏，官网叫什么？他们这一组组合，我记得原价好像是官网原价好像是4万块。哎，对。那我不要讲多少钱呐、啊，到时候你来一定是打到有感，怕贱的，我们先赶紧怕，我们先。不啦，一定打折一定打到有感，到时候他来打你，如果无感，你跟我讲，来咨询也没关系，先来咨询嘛。通过各项认证，认证的一些资讯呢，我们也会放在影片里面跟大家分享。全世界、全球很多的检验都有通过了，好不好？这个耐用有保护嘛？那嘴巴讲没有用，你总不能叫我实测7年吧？那这台车就挂了，好不好？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很谢谢我们的江老板，新辉格乐子江老板。好，啊，记得在中山路这边，你上网查就查得到他了。然后这个，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回公司去实测。好，我仪器都准备好了，好不好？到时候就是给他对决下去。好，走吧 ，Go！ 谢谢江老板，谢谢谢谢。耶，吼，人一看讲恁这台子袂散的哈，哈，没有啦，格乐子不是。贴完了，我等一下把车子放在实测一下，看温度多少。好、嗯，两、哦、台都放一样东西。好、哦，这蜡烛，蜡烛，蜡烛，就会融吗？看会不会着火了。哦、还有两杯水。好、哦，啊，这温度计，温度计有两种，一种是啊、哦，现在这样测，这个应该融不会融化吧？这是什么？鳄鱼啊，我应该没有记错吧？啊，就帮我加。你也不想吃啊？那算了。好、哦，哎、欸，哇塞！好了，喝。大家有酒有够浸的。那我拿过去喽。这是平民平价格子。格子啊、哦，对，这一个就是有去贴过了。我先放一下。我两个啃干会最干。哎、欸，巧克力。哇。哦，水啊、哦。哦。放杯架啊。好，它那里面大概就31，哦，30到31，30.9，对，我现在随便打一个地方哈。换另外一台，这是平价车，巧克力 ，chocolate， 巧克力，好，一杯水，哎，这台够凶哎，30多，对啊，你这样看就有差，对啊，为什么？刚刚我们是两台一起移过来的嘛，时间应该差不多啊，对啊，现在目前已经移了一度哎。明天一早我们就直接来拍摄，好，排列应该是一样的。好了，明天中午我就知道了。我猜应该蜡烛应该跟巧克力应该马上就融化了，只融你手不融你口。嗯，通常都只融你口不融你手。那已经融化了，啊，等明天再来。耶，隔一天了。对，早上已经。柯P已经先来拍动态了，好不好？给你们看。耶、yeah, ，现在是早上10点半，这是平价版的。拿镜，有关边哪呢？换隔壁这一台，这是贴过的，有差嘞。这个是比较好的，昨天去贴的，融化的比较少。两台哈，现在都在太阳底下，太阳在哪里？今天太阳算蛮大，可是有一点乌云遮住了。因为我都要看冷气，两个蜡烛拢有。我来的时候这边比较严重啊，伊烟较侪，而且较少一挂。好，然后呢，我们现在等一下我们要去室内，比如说量一下座椅的温度。开门先，我想用这怕座椅的温度嘛，还有中控台的温度。温度。好，我先量一下外面的温度多少好了，好不好？前挡，先量一下前挡风玻璃，等一下。好，42.7，然后看这一台，差不多哎，42.5有没有？48，里面48。嗯，好的，走 ，Go。啊，好热。好，我先射皮。47。二来，哦，好热哦，进来。好，我来射这个中控台好了。哦，中控台好热，我十度呢，是吧？我最该一直调了，细针。哦哦，他下课，这有一杯水，我摸一下。哦，很烧嘞，44.2啦，停啊，44.3，停啊啦。哎、欸，这嘛无油啊。啊，哎、欸，有嘞，有嘞。只容你手，不容你口。软掉了啦。
啊有啦。你要做蛋糕哦、喔，还可以，还是要蒸一下吧。好了、喔，我想说它怎么都没变形。蜡烛，蜡烛，哇，软的又硬的啊。这个是那个紫兰的红波叉。好热、喔。看一下你的照。真的有汗。哦，发落吹上强哦，温度上强，甲冷房上强哦。好，快、哦。我温度吹，哦，这一定上强啊嘞。好，计时开始。哦，好热。啊，咱那吹个凉席叫什么？哦，这种啊，哦，要死啊啦！哦，这吹足久的啊。这加多少的？我刚做。哦，好热。我刚有刚出来。我看看隔壁的手。啊，水珠哎。我看低下哎，好，6分59秒，到了，哎呦，又掉了，又掉了，哦，越来越快了，好，那我们去隔壁那台，哦，又要再热一次了，好。那换这台了，一样上车，我先上车打屁，然后现在里面阿克要多少？42.6，直接看得到吗？42.6，二来，其中还是45.46，然后水温差距，我这跳得出去呢，哦，哎，没关系，好，先插了，等下再量，来。难怪啦，拢嘛油，无一项袂油诶，伤热啊！这个也是融化又变硬了，一样啊！我看那个网路也整个融化掉也没有、啊，42.6停了，42.6。哦，今天啊，就热啊！那、哦、我发动，发动。我来，哎、欸、啊，黑嘞，黑嘞，黑、欸、嘞，哎、欸，手机啊，哎、欸，别再生气了，对啊，你家伤热，是哦，伤热冻袂掉。化解掉哎！我一次要3度哎！啊，会不会太快？但没胸襟。哎，不行啊，太快了啦！你不觉得太快了吗？太快了！那明天再测一次。我们秉持着实验的精神。哎，我打没都打，打没有啊？怎么可能差那么多？明天再测一次要不要？我们一样温度计再放在车上啊。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我们有带专业的仪器啊，这是外面的光，是不是？对。这样，好，125.7 ，OK， 然后关门。哎、欸，剩下1点多，现在可以啦。那我可怜。我爸我嘞。哎呀，116、120、123，啊，关起来。啊，那是几趴？1%而已。啊、前挡哦，还有前挡哦，前挡，前挡应该透空率比较好一点。前挡哦，前挡就多了一点了，8.9，前挡就8到9。好，再开门，110，好，下一台，好，来吧。哎，好了，换到这一台了，射外面，130、140。那、啊、为什么这边光线比较强？对啊，我这边一样的，139、138差不多嘛。好，来，关门。哎、欸，这十几呢？哎，我有感觉。啊，刚刚那个才多少？刚刚那个才二跟三而已，不是吗？对，前挡。哦，前挡。来，再照一下前挡方向，120几，127。好，关前挡。我练了。我哎，这把30几呢，三应该是十倍呢。好，那我们还有另外一台仪器测透光度那些的，走，我们测透光度。这底窗户加，好，这是安内嘛，安内，是，好，安内的话，开了以后先让它跑嘛，对，跑完之后插进来，哦，
哦，有了。好，所以现在出来这个平价版的紫外线穿透率穿不进来，对不对？可见光的穿透率有16%，然后红外线的穿透率有22%，然后这个叫做遮蔽系数，遮蔽系数是要100-40，就是60%的遮蔽系数，好吧？那我们来看我们的奢华版，先让它跑，全部都100了，好，进去，锁起来，好，所以 UV 也一样，反正没有透一点点进来嘛，对不对？对，紫外线的穿透率穿不进来，可见光穿透率14%，红外线哦只有3%呢，3%，遮蔽率就是100-掉有80%的遮蔽率，好，这就是平价版跟奢华版。我们秉持着实验的精神啊，怎么可能差那么多？明天再设一次要不要？那个第二次测试，因为我不相信它那么快，我们又让它晒到现在是这个45度，哦，哎，比原本更高了。我们刚刚原本第一次测才42，我们现在让它晒到45，我们再上去吹一次，好不好？我们高级隔热纸让它，好。因为我不相信，怎么可能不到三分钟哦，三分钟就冷了呢。再用一样的条件啊，不一样的条件，更严苛的条件来试看看多久的时间它可以到达37度，人体的室温。好，上车走。43，哦，这次晒更热了。好，这次晒更热。这个现在44度多，好不好？准备哦，我要发动了。哦，45，好，升高了，发动。可能啊，姐，骗我，唔捌打过隔热纸。1分钟，换一下冷气孔。没错吧？嗯。好，冷气。3分钟到。对啊。到37。对啊。那么快。对啊，所以我才试第二次啊。不以为我们要秉持着实验的精神，给你1分半呢。对啊，没有，这次温度比刚刚高，刚是42开始，是不是？第一次42。对啊，第一次我们是42开始的，所以这次是45开始，这次应该一定是会超过3分钟。哦，拍一下前面，哇，哎，真的呢，哎，真的呢，我已经，哎，我们这，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咱咧做生意，不是讲因为干爹，咱就要帮你刷，啊，太夸张的那个数据，我们还是要再给他复验一次，好不好？所以这个真的有差啦齁。而且你再加上，如果你车子是在道路已经在行驶，风降带有没有？其实温度会降得更快。对啊，风帮你把外面带走了。哦，话一讲完，你看剩36，我35了。好了，这样实验算成功了吧？成功。好，实验成功。好了，测试完成了。完成了。欸、哦，就乱、欸。湿的又干，干的又湿，现在站在外面做结尾又要湿了，好不好？这台是平价的隔热纸跟奢华隔热纸，价钱差了好几倍吧？这细完的呀，啊，这拢送的，送的买几啊？送买几啊？应该买上无买贵啊？对吧？这几啊？3-4倍，差3-4倍啦，好不好？那这个我们提供了这个实验的数据，仪器的测试，好不好？给观众朋友分享一下。看你们觉得到底哪个 CP 值更高？好，当然，因为这次我们有这个 Sugar Daddy 龙膜，那这个你们到各大经销商啊，到那个啦，星辉啦，拿着我们的小时汽车订阅按钮，哦，打折打到骨折，哎，绝对骨折的，没有啦，一定会有感折扣啦，好不好？那你们再自己去官网，还有那什么抽 Apple Watch 活动，你们自己去看，好不好？那只要你们记得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下次见，拜拜。好，拜拜。